牛蹄筋儿。全全场两捆肠，
现在还是给咱发六份，我今天炒的是爆辣的。好好吃，我今天就炒一包，然后我加了很多配菜，你看，满满一大盘。你看它粉的批次不一样，我这次收到又是细粉了。这鸡蛋夹在里面，真的好好吃啊。